来，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，来观战目前 S6 小听家勘探大富古董心理，蛮好一套阵容啊。这阵容牵制的话，三个人都不错。要血厚的有血厚的，要打架的有打架的，要救人的有救人的，蛮不错的，蛮不错的。抓心理学家嘛，可能我觉得小听家会更乐意一点。抓大富啊，这个应该抽个奖吧。抽到了就抽到了，抽不到硬抓，硬抓也行。哎，这个 ID 不会是当年的那个神仙牛仔吧？我记得之前牛仔有一个也叫这个名字啊，樱花残雨，带的是个传送淬火，那应该要传心理啊。他这边淬火亮了的话，应该找心理的，等着了，已经等着了。直接瞟到了，这个是因为他淬火当时我们看到 CD 没好的，他这边应该是瞟了一眼透视过来看到了吧，一弦拉中，好的，那这边的话有机会能再补一刀吗？一刀追 nice， 直接两刀，七秒钟以后拉弦，哇，好帅呀，这个击倒暴风式击倒，这三刀连的好快，一弦一刀，再一弦人没了。大富这边被通缉到，拉弦，哇，这根弦也差一点点。音符的话摇到了一两下，大富这边就应该是能救下来。哎，古董上来打架了，这边拉开，然后看弦，人一穿二吗？穿到的是心理学家。这边三连棍止戈效果不强啊，因为人都在这边啊。追一刀，好的，那这样的话二阶心理学家也倒，下一波的话估计古董商要来。哎，古董商半血救不了，大富再来救一波吧，要不勘探员来打架，想把人打活难度有点高，我只能说拉弦飞轮无穷动弹不弹，这边摇个刀，心理学应该是要往这边的磁铁里面爬，很想打，因为这波打下来了以后，心理学相当于是个满血。哎呀，这波古董商没有扫这一棍子，其实我觉得可以扫一扫，因为你扫这一棍子，哎，可以哦。阿贤，对他追一刀，那还可以，但是他们耗的是。两个打架，哎呦，这个无穷洞的边边，我真想看呀，心理学那个视角是不是刚好看不到这个无穷洞？这一把打的也太凶了，哎，又下来了，又是个满血，哎，这把心理学吃了几刀？我们来算一下，上来三刀，救下来以后两刀，五刀，这边的话还得再吃两刀，七刀，待会儿救一波，怎么地？现在吃七刀了。待会儿如果再救的话，可能还有八刀九刀呢。一刀抽没抽中，可以，这一波你别说，求着宝还真有价值，因为救下来你就得打两刀无穷洞，哎不拉弦，但这把小丁家这个操作确实太顶了。二挂大富来救人，这边的话一人修一台，古董商这台机子会被干扰的，但古董商可以过来打一波，哎，我再过来打一波，你还想挂人，又扫下来了，好了，第八刀来了，阿贤，哇塞，这个贤好猛啊，这局打得真好看啊，赢了赢了赢了，应该是赢了，要不然大富这台机子修完，勘探员这边机子修完，古董商教自己来救人，他不会给你教自己的呀，他看到你们外面两台机子在动，我这边就把个古董商给挂了。好，有耳鸣，那你机子不够，那你机子不够，摇音符过来，阿贤，这里的话看有无穷洞的，他好像不是特别愿意就是在防守的时候用这个无穷洞，那这里机子修不掉啊，拉弦卡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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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专心破译打中了，
扛到刀了，这边的话过来补大夫的机子还差40%，哎呦这四十有点难，这边还能拉弦呢，有了吧，没有，无穷动弹，再扛，大夫又扛到了，勘探员来了，难道说这一切都要翻盘吗？这能翻盘，这能翻盘，我不知道呀，勘探员过来救人了，那边的密码机压好了，古董商被通缉到了，拉弦飞轮，好的，打一刀，密码机点亮，先将人救下来，勘探员紫铁弹开，大副连扛两刀也是万万没想到的，那边心理学在点门了，一根弦，好的，船传送落地，心理学摆摆，摇音符，哎呀没有音符，没有音符，这里的话，哎，可惜这边没有什么交互点，刚才不要往这个地方走会不会好一点啊，这边的话交互点有点远，他往前面走，就前面那些短板可能会好一点，毕竟他满血，吃弦的伤害我觉得可以接受啊，这边吃实体刀呢直接挂飞了，这边的话古董商也倒，古董商还是个教自己的，平局应该是个平局，因为这边大副在点门了，然后这边小丁家拦不住，平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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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丁家拦不住了，平局可以吧，对小丁家家嘛稍微有点可惜，这个局其实小丁家机会很大的，但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场不俗的精彩对抗啊，确实这样的对抗真的没想到过，这局有没有观众算出来这个古董商到底吃了多少伤害的，我刚算到8刀，后面加一个挽留刀10刀，还有吗，是不是10刀啊，